一早三三两两学生赶着进校门补考，期末考结束，不过台北市知名成功高中却爆发期末考题争议。左边考卷第三题问到东欧克斯特地形，而右边这份同样的题目却出现在第一题，类似的状况翻翻找找，两份考卷竟然有一半都雷同。成功高中112学年度第一学期地理科期末考题，有学生考到一半发现整份考题50题有高达25题跟去年几乎一样。有可能啊，可能有人不小心有写到，就会影响到公平度。很多补习班其实会搜集考古题给学生练习，这样的考卷一出来，考试信效度恐怕有问题，更影响多元升学。这么高比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复雷同的一个试题，已经丧失了这样的一个信效度，只是因为透过练习，所以他已经记忆到那个答案。校方接获反映后立刻介入调查，校长孙明峰也坦言抄袭比例高得离谱，校方也给出回复，教务处已经请出题老师递交书面报告说明原委，并提交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及决议处分，至于后续成绩补偿。剩下的题目刚好有分布到这一次所有考科考试的主题，意为数据分析平均也是略微提高。校方决议提出雷同试题不予计分，但还是有家长无法接受，学校也强调将会在开学后再次说明以及更改命题机制，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。记者林正天、王一婷台北报道。